过年糕点怎能少了萝卜糕？加香辣的 XO 酱很够味哦。将萝卜糕切块，沾太白粉，炸至表皮金黄，捞起，定起锅，先把韭菜花、芹菜和银芽炒香取出，再爆香葱姜蒜，放入韭菜花、芹菜、银芽、XO 酱、调味料、萝卜糕，快炒两分钟成盘。外焦内软的萝卜糕沾附了 XO 酱，滋味又香又辣，真是过瘾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